那个地方真的一点都散，哇，太怕了。嗯，那时候我们在新津不是来龙家乐吃过鹅噻，很多粉丝强烈给我推荐哈，说他们那个旁边有一个老店儿哈，货非常性价比非常高哈，说弄得特别好，喊我必须要去尝哈。哇，那个生意不得了哦，你们看，哇，都坐到街上来了，哇。 那个就是有点正常了，有点正常了，全部坐满，你说在哪里特色都给我都吃了呀？你给我点。吃肉的些不嘛？你看我那个样子嘛，都像吃肉很得行那种噻，是吧？来嘛来嘛，安排嘛安排，你安排，你说。这边那个蒸饭非常嘛，拌饭非常嘛，拌饭肉嘛。哎，烧肥肠来一个嘛，蹄花有没得？蹄花有啊。可以哈，那就来一只嘛，先尝一下嘛，哈。差不多了吧？差不多了哈。来，小份嘛。那小份嘛，那小份嘛，你看我，不敢说，我一个人带两个人，你知道吗？ 嗯，这强烈推荐的哈，花园镇的鹅肥肠，现在肥肠，哇，那个肥肠好大块的，看没，来整。嗯，怪肉呗，它身上很好，它肥肠吃起很糯哈，而且它切的大块，它不是有些肥肠切的小。嗯，软嫩巴糯哎呀，而且加上那个红油的香，那个青菜叶子那个脆，口感非常的丰富。 哇，哦，一整饥荒，哇，好爽！他那个是轩尼诃的，哎，你莫去看他吃噻，那啷个嘛？你有心思吗？哎呀，都是我最近装修房子差点钱，哦、放房子说的，我都要装房子了嘛？我跟你说个办法，哎呀，你如果真的着急的话，你可以试下抖音钱包里头的房型节，那打开抖音，点击我钱包房型节集合额度，跟到那里头的要求申请，最高可以二十万的额度应急，等你的工资奖金到账了，你还起都得行了。来来来，吃吃吃吃吃。 哇哦哦，这个拌面好吃哦，哎，太怕了哈，你弄不起来了，它是带拐子的哈，整。嗯，哇，那个红油好香，那个蘸水香，他老板说的哈，那有筋儿的，看到没？那都是有筋儿的。嗯，哇，那个地方真的一点都散，哇，太怕了，哇，太怕，哇。 嗯，你要吃到那些蘸水，吃到那些地方，你还晓得确实重庆还是有差距哈。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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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个粉丝私信我，他说的，你吃那个蹄花儿一定要吐那个骨头，我都想看你吐骨头啊，拧骨头那个感觉，那个你骨头那个。 环境很好看嘛，啊，那玩意儿真好看，哇，爽，那就好点了哈。嗯，他那个螃蟹也是带了点乖乖的哈，40块钱根。嗯，红烧肥肠弄过来，本身弄过来。 那个红烧肥肠里头那个肥肠好像没得几坨子呀，感觉全部是那个土豆。 土豆烧肥肠，嗯，那红烧肥肠分量不多啊，味道呢也一般。来，分称分称，哇，嗯，他分称那个本子啊，虽然说不是那种龙板，但是它那个肥肠啊是鲜肥肠做的，它说那种肥肠的香味特别浓，嗯，大家跟满洲这个呢，可能还是差一点点啊，嗯，非常喜欢。 那个都是下饭的，就是，哇，还要，那你要吃火锅了？红烧肥肠汤，那个肥肠，那个红烧肥肠都跟我们那儿的逻辑差个都差太远了哈。哦，嗯，他的那种鲜肥肠啊，要做的好些，那个那凉拌和那个，是不？嗯，嗯，他又在这特别下饭啊，还是凉拌白肉。 凉拌白肉的那个味道和那个跟那个完全一模一样哈，香，还要香，嗯，哇，好舒服！老板都说搞不赢哦，你不要喊我来点菜，我搞不赢。吃完没得了？没得了，卖完了。他几个了？那我们那儿也是十一种吃十一没得了。我讲凡是这种选季的哈，他们都做得少，所以说你一定要来早点哈。嗯，喊我小弟弟哈。
那个时候非常那个办那个办的，你们说好不好吃？看到跟看流口水，哎呀，嗯，哇，哇，那个饭确实感觉舒服，爽翻了。拌肥肠、炖肥肠，还有个雪耳肥肠、炸蹄花，都是非常不错的哈。那个稍微差点了，哎，来你们吃。本来刚刚想给你们喊个蹄花，没得了，确实不好意思哈。啊，给你们喊肥肠嘛，喊完了，啊，你们吃哈。我刚刚喊完，你们在附近上学吗？你们在？对对对。啊，喝个饮。没事，给你喝个饮。有点不好意思，有点不好意思，我把口罩取了。碰到名人了？没有，不算名人。这是小本，194元，像那个大众小本嘛，是不是？哦。